彤彤姐姐。Hi, I'm Kiki。今天的学学 ABC 要来学什么呢？跟动物有关系哦。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？ This is a bee. 这是一只蜜蜂。Bee, 蜜蜂。Be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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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蜂。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呢？ This is a bear. 这是一只熊。Bear, 熊。Bea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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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。没错 ，Bear, 熊。那我来考考小朋友，正在吸花蜜的是谁呢？是 Bee 还是 Bear？ 是 Bee, 蜜蜂。正在吸花蜜的是蜜蜂 ，Bee 蜜蜂。答对了，是 Bee 蜜蜂。那么正在吃树叶的是 Bee 还是 Bear？ 是 Bear 熊。正在吃叶子的是小熊 ，Bear 熊。答对了，是 Bear 熊。哇 ，Kiki 很棒，都学起来喽。那小朋友你呢？今天的学学 ABC， 我们学到了 Bee 蜜蜂 ，Bear 熊。今天我学到了 Bee 蜜蜂 ，Bear 熊。耶 ，Kiki 好棒哦！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也很棒哦。下次我们再来学学 ABC， 拜拜。